你如果是很认真的夸奖说好好吃哦，是可以到达多大？吃一口那个，然后就你平常的反应就好，就正常，不用特别做。我下次看看。不用特别做作，没有啊，不用特别做作。你是平常你就会这样子啊？你这个演技被他们俩看起来不就是很浅吗？可是我没有特别做，我本人就这样子，本人就做作。你要跟那个两位影后介绍徐建国的身份吗？他本来是台湾的那个新闻主播，后来变娘娘腔。你不要太直白了。逻辑也不对呀，怎么？他在新闻主播阶段就已经……好，你放下去我看看。对呀，嘴巴放松，法令纹放松，法令纹放松，有多一点，有多一点，松开。我不想要听到法令纹放松的几个字，好吗？我才渐有感觉来耶。可是，请教一下，就是你为什么要一直烦他的法令纹？因为他法令纹的顶端就是一直感觉是这样，你知道他很像门神，一直就是他的脸就是散发说走开，就这家人由我来保护，感觉你。哎，请问你在刷牙的时候，他会从后面抱住你吗？说什么老公老婆你好可爱？哎，他对他很古怪，就是他直到现在我们都这么亲密了，对不对？他换衣服或者是比方说上厕所，他都还是要把门关起来。我理解，他还是无法接受你的脸呢。没有啦，最高睡在一起了。我要哭了。你刚有跳出灵魂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就女神是不能触碰的，你知道吗？不敢亵玩。可是汪汪刚这样有高兴吗？就其实还蛮开心的，可以近距离看到。所以你现在在宅男界已经地位非同小可了吧？你会把我们这一段视频，就是我应该整集都会存在我电脑里吧？然后一直重复，到60岁的时候还是重复。放给我的儿子孙子看，说你爸曾经上电视之类的。他认为他会有儿子跟孙子。你可能只会有新的软体给你。你有没有紧实感？你自己说。有没有？你不能讲话，对不对？不能讲话，不然会有皱纹。对，你讲话。哦，对，这个时候不能讲话。那多久呢？不能有大表情，一般大概15分钟左右。赵哥，你现在怎么会胖成这样？突然在看，你到底现在有多？当然是开玩笑成分居多，可是问起来就会不开心啊，就是心里面想，我真的有那么胖吗？你不是胖啊，你就只是这边大而已。这边为什么会大？还好吧，这边有吗？因为就是每个人的脸型不同，你何必在意呢？是哦，蛮像蛤蟆的。招财，我要讲的是招财，你有听出来我背后的那个？招财有很多东西，不一定是蛤蟆。你有看好房祖名吗？看好，讲事实，我没有看好小大 S， 大小 S 吗？对啊，你没有看好我们 SOS， 你那时候觉得我们俩不会红，哇，但是，所以代表你眼光也有不准的时候哦，常常。我很多，我也没想到 Marge 会红啊！因为本身像我们都是这么可爱的人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本身天性就是天真的感觉。那我想要问一下志玲姐姐，志玲姐姐，如果你想要像我一样，就是很可爱很可爱的感觉，没有人想像你一样。哎，她的腰带很有瑕疵哎，直接把它打开，邀请男生找到钥匙，然后把它解开。所以是搭配颜色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不是哎，我就是单纯喜欢星星。你不好好练舞，把心思花在皮带上。得金曲奖的时候，那个徐玉婷在电视机前面哭的比自己得奖还要激动。她当时得奖，我也是好感动啊！我一直都在哇。
情哎，我就感动了。你这个老夫为什么要加入我们的战局？真的很难以明白。对，所以你现在如果恋爱跟工作选的话，你还是要拼事业吧？但是现在不一样，现在如果要真的到步入婚姻的打算，我 OK。可是你愿意像钟欣凌那样怀孕两年吗？我没有，我会以她为借镜，就是警惕自己。什么意思？不只是要给大家看漂亮的照片，也要让大家开心。对，因为你心情不好，对不对？快乐。没有，我心情很好，我就是常常心情很好，然后大家看到我都觉得说，为什么你都没有烦恼，好像每天都过得很快乐。所以我想要把我快乐的方法分享给大家。这都是硬撑的。对啊。没有。你看起来很勉强。怎么会？就是一直要带，谁会没事一直带着笑容？就是在。我当然也是有安静的时候，也是有面无表情的时候，可是。可是人类不可能随时都在快乐的啊！你看到罗志祥跟别的美女在一起，你还快乐得起来哦？快乐啊！你看，先抢你的位置！哎呀，你刚刚就差点没有留下来而已。我是快乐冠军嘞，需要吗？不需要的。所以这一套的时候他在吗？哦，对。这个 pose 是他教的吗？这个 pose 是。服装师教的，因为我不太会摆 pose。可是穿这个的时候，应该希望挽回罗志祥的心吧？没有，穿这个的时候只是觉得夏威夷这地方很适合。你都已经穿成这样，然后罗志祥还不爱你，这样还快乐的起来？很快乐啊！快乐冠军，我是快乐冠军，而且我觉得会穿，会叫自己是快乐冠军的人就是有病啊！然后你妈妈有为了你的头发写了一个纸条给老师。对，因为我老师就是会量，假如说他是量嘛，超过两公分，他就会拿剪刀剪，直接剪。然后他说你这个有削。然后我妈妈就说我被自己警告，所以妈妈就写纸条说老师他没有削头发，然后还盖章。可是我妈帮我削的。你妈为什么要骗老师？因为我妈妈就觉得这样很好看，女儿这样好看。你妈觉得你这样好看哦？她觉得。我妈觉得好看。妈妈就是很有爱啊。对。然后就是因为这个，然后被记过，很伤心。对，很伤心。然后就觉得人生就是很羞耻、很蒙羞这样。但是我是为了漂亮。可是现在看，你为了漂亮。但现在好像又觉得好像还好。你这几乎是。我们看过中学生照片最可怕的一张，怎么会这样？就是丑到爆，真的。我不要看胡琴啦，胡琴会打招呼哎，不要看胡琴讲话，不管了，胡琴一定要讲一下话啦。这是老艺人通常会在表演的东西。不管，你先闭着眼睛，要不要看完？来跟大家问好一下。你好吗？